请大家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打拍子。谢谢。来，先喝个水。8月8号才刚退伍，其实算一下还不到2个月时间呢。你看，就马上到桃园来跟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见面。来，立伟的粉丝在哪里 ？Hello， 八卦的兄弟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立伟，好久不见。来，尖叫声！啊，真的，其实真的非常开心，因为很久很久没有跑校园。对，那这次再重新回到桃园来，然后带了一些比较创新的表演，那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期待看到大家。而且回到桃园感觉不一样，因为立伟他研究所就是在桃园县中坜市。没错。对。所以有没有觉得来到桃园那个感觉跟到别的地方去，
就是有一种熟悉的感觉，因为毕竟在研究所也是念了四年的时间。对，那我觉得桃园这个地方每次给我的印象就是，朋友们都很热情。对。对，然后这边的天气也都很不错。是，哎，今天天气不错。那你刚刚讲的，我们倒带一点点。你说朋友们都很热情，哎，没错呀，有感觉到一点点。是，嗯，好，比较冷，对，有一点点。其实现在早晚温差大，所以你穿这样会不会太凉了？哎，哎，台下没有反应哎。那我可以再往下的意思吗？因为刚刚有跳舞，所以比较。身子有暖起来，哦，有暖起来就不一样了，是哈。那刚那个真的就是你这个动感路线的歌曲，哎，每次听你又唱又跳，真的觉得是一种享受。谢谢。但是今天如果要求你带来歌曲每一首都又唱又跳，好像又觉得有一点于心不忍。大概只能爬着出去。没关系，你放心，我们现场朋友一定可以把你扛出去的，可以抱你出去的。好，来，那接下来第二首歌曲是。接下来要带来就是刚才美英姐稍微介绍到，哎，刚好是我2008年发行的 EP 里面专辑的一首抒情歌曲，《远在身边》。来，掌声欢迎定伟，谢谢，送给你们。哇，桃园的朋友，好久不见，你们好吗？每只船都不怕流浪的孤单，可是他们仍有期盼，因为心中有个彼岸。也许有些路注定要一个人走完，所以背包总是塞满你所有温暖。有没有会唱？坠落的遗憾，可是他们仍然飞翔，因为身后树叶期盼。也许有些梦做起来才知道很难，可是一想到为了你，眼睛就不会流汗。手机给我。
在身边，送给所有发德士的乡亲朋友们，谢谢。哇，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，然后再次来到桃园，再次看到这么多的朋友们一起来这边，就是参加这个很棒的一个晚会，然后可以听到我可以唱歌给大家听。你们的热情只有这么一点点吗？尖叫声在哪里？你们知道这个唱跳歌手做久了之后，最喜欢 cue 大家的就是尖叫声，所以呢，在我待会要带来的这一首歌曲里面，你们大概也会听到尖叫声，到时候请大家把你们的尖叫声跟热情，还有你们的掌声，全部都借给我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我要带来的下一首歌曲，也是一首非常红的一个天团他们的歌曲。你们知道这天团是谁吗？是五月天。这首歌是《伤心的人别听慢歌》，再次邀请我的歌手老师们。别听慢歌。
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谢谢定伟，伤心的人别听慢歌，我们只要感受他远在身边就可以了。谢谢周定伟。那接下来补充介绍莅临现场。